反正之后赛季人类是一定要六进的，抽空就会打打人。卖了。刚碰机子呢，挂死就。不过我要提稍微距离拉近一点，哎，不过好像没手撕，没手撕直接扯吧，他也知道我要卖的。那他也守的也没那么狠，知道我要卖的。有鸟还能溜一阵子，死不了。闪现呢？那他这边不要丢两台吗？大房一台，射电一台，重启一台，完事儿。好远啊！我的天。我总感觉这些人全部都点了铁屁股，先知点了这个磁铁，感觉也点了。我感觉你们都是铁屁股。最后一台人皇机。其实这个杰克第一波不守时是最伤的，好吧？他这波不守时就纯粹白给，直接守到过半再去骚扰不就完事了吗？人都没过半的，非要去骚扰。快点啊，黑美女，传送喽！
哎，你这个运气也太差了吧！在小木屋，慢慢的直接往门走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要么就蹭个三分猴，或者等一挠，算了，不看了。 我这跑叫平香水，踩板，应该是封装装潢吧。哟，垃圾楼，你上得来吗？一夜剧你肯定上得来，你就不去，不去我修机子。 幽冥怎么还没修完啊？讲的你应该点了呀。幽冥终于点了，那这边四叠起一台，我起一台，完事。 这不取消套刀了吗？八成这小丑是想收磁铁的机子了，我打算同意起。然后往神农木马那边看看嘛，可能三连电机，他这边应该是。这讲道理，三连那边亮了一台，应该不是三连。 那就是二号站下面有台机子，或者桥上。天气又断了，应该桥上机，没有啊。那玄木啊，重启。 幽冥天门，我感觉幽冥要救啊，我有怀表，我就更稳一点。
个阵容谁谁要打靓仔呀？都被爆锤的呀！你看这阵容他怎么打？如果用命换成前锋的话，前锋他拿不到刀，换铁王师有鸟，限制狗起来不修机子，磁铁破你狙，你怎么玩啊？你不拉锯丢两台，你拉锯锯子端。这阵容打小丑是作死啊，除非你开局运气好，招了限制。这阵容蜘蛛都不好打，那双排的风头都是神仙。走了走了，蜘蛛，那屎一样的脚步，还没撞脸呢呀！我觉得他得转，哎，他应该往那边转了吧？到房转的有鸟给你啊！你要是往两板那边转，要被卡死。闪现都没用，金针都没用，技能也不知道。保平保平保平，没了。你帮我扛一下呀！你跑个蛇皮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也不帮我扛一下。一点都不灵性。先知要在干嘛呀？好吧，这波又要先知救了，这波前锋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真是。然后黑妹这波转大房，他也坚持不了三台电机，技能到现在也没交。万一捏了个闪现，他往大房转，还会被闪死。你看，闪了。闪了顶多被揍一下，然后再拖一会儿，等会就嗝屁。然后先知摸前锋插两台修不完，黑妹一死游戏结束。看来大房拖了挺久了，前锋这个时候去没什么用了，不能修，挂了黑妹来找我来了，搞根针吧，不然这香水一点用都没有。如果他来找我，先支起一台前锋跟，
让娃娃休息会儿，休一会儿，先知小门，那这台经济咋办呢？那这边只能双线操作了呀，一边叫前锋，一边修机子，那没办法了呀。我要碰一下机子。哎！我去！现在气氛一度尴尬。我要贴一下门去，一台机子贴个门应该够了的。三连啊，五重一起，这机子肯定要被守，先知骚扰。两个人就一起，小姐被他捡了吗？这波死抓先知，先知没了，我看能不能凑个什么东西把他救他一命吧。可以擦屁股，前锋不撞人了，除非他交技能了，除非我看见他交了什么东西，否则我就不去。老头吗？那是拿了一个大锤子。哦，保险起见啊，我先预定他为金身，我不去，我修机子。如果他来拦我的话，我也得开球，我估计就。
慌个啥？又不撞你，我修机子的。除非他交闪了，或者是交了什么技能，否则我不撞人，否则我就直接金身预定。加点了，你看说什么来着？这就带金身呗，不想去装了都。反正他一旦跟突破打不交技能，我就以为你是金身，就直接默认金身了，不撞了。我直接等完事儿。他金身刚交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又能去锤，我还有球，他牵也牵不了，很难受。我直接扯，能亮吗？亮不了，要好了。爽，你就一刀斩留我呀。两个人能走，就看黑妹走不走得了了。他这边金身交过，没底牌，刚换，就看他船，就看黑妹能不能走，黑妹努力一点，开门开快一点。有点慌啊，搞得我。马拉松嘛，吃一刀强行转点，没办法呢。嗯，不追。哎呦，打到了。你先扔点，不如直接修呢。你跑这你结果又到头来又被守。用命，你要被吐一口，那没了。还好有鸟救你。
你还不惨惨不惨的？反正必定是要转点的这一波。不追，大王他肯定不追，追不了。怎么强师那一台机子还没亮啊？该亮呀！还往我这边挂，还挂吗？现在活不能交，我即使倒了我也不能交。把你死全给你踩。救我来了。没追吗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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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还拔线的呀！我的天，哎，这么好的节奏你拔线，哎呀，我去！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啊！有丝不能踩，看能不能摸一下，强摸一下。真是，看能不能把它摸起来吧。有没有没给点力，摸快点。
看这个传染点，吉野石的脸上一台机子。我理你们，我跑就完事了。我要暂停的这边。被闪了，又被闪了。啊，我把我放出来了。你就个锤子，你就佣兵呢？你要揍他一下。说不出话，我操！哎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秒拍啊！坐等一个直线捡拾，
我就知道这小子没追人。着急修，干嘛蓄力刀啊？直接出刀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哎呦，你进镜像干嘛呀？直接扯真人呀！这都能无伤救的吗？这打到尸体了吧？箱里面，没追你吗？哎呀，我日，闪现没交。
接抽，直接抽，可以给机会。杀了！开着门，直接走。白给一位。看来是杀条香，你连闪现都没用就死了。戒指也没，但也不用戒指胜利点呐、啊，兄弟啊，不用戒指怎么赢呢？没有封窗，张狂也没亮啊，还不亮吗？亮了。反正这边我不着急。讲道理，闪现的话，黑妹已经死了。轻身，没交闪。医生修完补我电机，这边我要吃钻的。走喂、欸。哎呦，坑爹了，这把头疼，太窄了。
我操，这么快！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这几局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这撞了什么东西？这个人又开始飞翔了，你瞧这速度。找那个真心，小木屋最后一台，我的遗产机，医生过来救，然后电击还能打，至少平局以上了，问题不大。这家这波医生是真牛逼，好像睡觉也行。我觉得这人脑壳有包吧，这还要编一下呢。直接扯。走啊点啊兄弟，哎呀你都没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样能跳第一招不成？可以，南瓜牛逼！这个南瓜，这个南瓜，我佩服，好，他死了。老头，我这不控了吧，直接修。老头点个屁的 QDE 啊，怎么叫脱手渣？
真是，撕裂跟给佣兵让机子。我也闪现嘛。老婆打一顿，打不了了，那只能看能不能骚扰一下了。看哪边有椅子，就有。用啊！哎，可以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跟老头打必输。闪现杀人，哎呀，这波转点有点失误，应该回去盖了一板子，瘫了。这还被划死了。
卖人他们更不好打呀，到老头还卖人，秒救也不能卖啊。没技能了，只能烧技了。咋这么快呢？闪现都没交啊，娃娃还死了，这里我都可以不救你了。我已经说不出话了。秒救一波，师弟，你干嘛吸他呀？困兽之斗不更快了吗？明显这困兽之斗和那个愤怒两个都点满了，然后带个金身，等会儿换底牌，提升好了，我还撞不了了。吃点二锅，说不定杰斯带了个怀表呢。真是卖了。
救了也没用啊，你步步机子。下局预进。还救不了人了。情况真惨，这死的真惨。这不是在秀自己吗？真是这一批。闪现呐、啊！跟他一脸要闪现的样子。两台。我要帮他扛，远离那个遗产区，好吧，我带过去了，真是，我以为吃点修不完，哎呦，又背锅了，往我自己电机那边跑，不过他不往那边刮。真是一个热心小丑啊，他不往那边刮啊，真是。兄弟，你下来帮我扛狙啊，扛狙，扛狙，扛扛。哎，可以。
带了红虫。好吧，张火。闪现好。这是二级屁股了吗？这是五代电机二级技能呢。这前锋估计不好扯，难扯。吓人！状态，因为他人火。这下牛逼了。哎，这有落地刀呢，应该往前面走，还没底牌，三跑了。
我知道蜥，不是蜥蜴就是黑白。然后是你该亮了呀。你发啥信号呀？你要救我让给你，他有怀表的话，因为我救的话我可能双倒。对面走错地方了，机子没了，他应该往终点跑呢。起点没机子呀，兄弟，这你们两个没交流的吗？救了，他二级屁股了，还能跳一次。这不黑妹跑起点就很伤啊。巨伤！那黑妹又跑到终点去了。没带张狂，可能底牌吧，底牌一刀。弹的什么玩意？送了我，这都能做到呀！为什么你回去了？我日！
快走，兄弟，兄弟，怎么就在你附近的嘞？应该在死角，大榜佣兵怎么去了呀？哦吼，这个黑白。封窗，其实你这个窗户可以不用翻了，你自己要翻的。是不白给了吗？像我刚才往这个门走，都没完全没必要把这个窗户给封了。没封的话，我估计还能把我打死。这么强的吗？只剩一台了，而且还被盖两板子，这个机械师盖两板子。你还不挂？这有个医生在，你还不挂人？他挂不挂他都没机会的，反而给先知机会的那修电机。
开了，直接往限制那边贴。台白地窖，这皆是一段挂死的传送，还有飞，各种问题。没人开门，我让大家飞回去，我再往这边贴。看右面能不能走了，应该这么多货币，白的话，我想探个地窖，算了。在海边，兄弟，这技能都没用吗？直接去扯，别犹豫。扯啊，兄弟，哎，给你鸟你都过半了呀，太惨了。那平喽，往 PG 打。哎，你不会救不下来人吧？你可真优秀啊！你过半就算了，你还救不下来人，你还被震慑了。动个什么的，不怕砸吗？
啊，我日你哥还有。快来锤一下我，要不你就直接点了，别碰别，来点了，他可能点了。干啥了？这边条纹是被咬了，不过他应该能走第一脚。这边有个神仙，那咋办嘛？给鸟都扯不下来人。他闪现了，换传送。真是，这个更没什么意思，赶紧蹲。你不拍我不修，你今天不拍我就不修机子。你站那你不怕被打吗？冲出来给你一刀。按准一点，按准点，说不定能修完。可以，全退回去了 ，nice。弹该往金箱里面跑，黑妹往金箱里面跑，能拖好多时间，我能偷偷把它磨了。哎呀，咋就这么笨呢你？非要倒外头。你看结石不就在金箱里面？
等我挂了还要重新挂。我日，这之后给我来了一刀。这个魔术师惨了，修完一台又一台的。插机子呀，不是在干嘛呢？你刚才帐篷怎么不修啊？这个人我都没打算救了。三只猴吗？还好魔术师这波救了，要没救的话难打。